wake up. Say hello. 你是不是就是说，是不是觉得说，呆滞的眼神。 现在是凌晨4点，我们收工了，大家要注意安全哦，拜拜。Say hello， 你这个是视频啊？哦，我这个是原相机，会不会不太好？然后挺好的，感觉像美颜过的。因为你本来就很美。还是拍照照相头，科科，照相套，照相套。 照相套，还有预告镜头，没事，好吧，好，都录下，好了，圆满结束，圆满结束，耶，能耐受笑，能耐受笑，你好美哟，妹妹，处女大力士，这么正，圆满。 我拍刘老师的左脸，非要这样。如果说我从这边走呢，我从这边走呢，非要这样，相信给大家介绍，嗯，超级美 ，so beautiful。你是不是有点疾病？